首播，谢谢大家。真的，而且你真的是一个阳光系的女歌手哎，你看昨天还那么冷。对，我今天还想说，我今天要穿很少。对，而且又是短的，是很怕很冷。有担心。但今天感谢老天爷，第一次尝试，而且在那个唱法上面又改变很多，就比较没有歇斯底里的吼啊，就是编曲上面又改变很多。对，因为我还没有看到那个照片的成品，我刚刚在车上这样。远远的看一下，他的腿还蛮长的吗？是这位是不是？这位哦，腿长大概135公分吧，没有那么长哦，就是有放大了一下，就是觉得还蛮开心，就是自己这几年的不断的健身。那个减肥，然后有成果跟大家分享。所以你看，这位呢，不只叫天生歌姬，以后是要变成性感歌姬。我希望可以，对不对？